当当 ，Hello， 各位模型大人，大家好，我是皮皮，最喜欢模型阿燕，我们又来开模型了。这是拉克斯的模型，拉克斯克，这是 Figurize Standard 系列的。我忽然有种心情很复杂的感觉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其实应该有兼用之前这个系列的别的模型吧？啊，没有。但是有，搞不好兼用文奈或是那个叫什么仓普吧。我以为你说要兼用 Hello， 兼用 Hello 有吗？哦，有，这个台座是兼用，但是它这边是金的。真的假的？可是 Hello 是另外买吧？这粉红色的 Hello。哦，好吧，我以为里面会有 Hello。里面有 Hello 吗？送一个小的 Hello 也可以啊。有吧？有 Hello 吧？那力友帮我打开它，不然等一下怎么样呈现握在手上的 Hello？ 哦，这个跟一般的很不寻常、欸。等一下，这看起来是这是盒碗吧？哎、欸，他有把它隔开耶，对啊，这是盒玩的放法吧？真的是这样放、啊，你看裙子就放这样两个，然后它是软的，我看说这个是有点软质的，应该是都有、欸，这个是硬的吧？哎、欸，这是硬的吗？有软，那软质是这个咯，对，哦，这个是软的，哦，好奇怪哦，好奇怪的触感，也没有触感啊，我又没有拆塑胶的，所以不是跟那个萨克的裙甲一样。哦，也不一样，这没那么软，你摸摸看。哦，它不是那种很 Q 的。那我来感受一下这裙子的质感。这可能是那种 PVC 之类的吧，是不是？哎、哦欸，这到底是哪个是软的、啊？还是都不是软的？这个是 PS 呢。所以它其实也不是软质的哦。这个是这个背面写 PS 呢、欸。对，这也是写 PS。啊，两种不同的 PS。就两个套在一起会 QQ 的吧？是这样吗？就神秘。不是吧，裙子都不是软质的、啊，没有啊，这个是裙子内衬，这个是等一下到时候这样组进去的，所以但是我看人家就是两个装上去的时候，他可以把它捏一捏，它会有一个收缩的感觉哦。对，好，那所以就是我知道了，这就是那个是光剑的 PS。我们就是硬是要那个在不开袋的状况下，没有，我跟你讲，这个是那个、嗯、是光剑的 PS 哦，因为光剑的 PS 就是软的。OK，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脸，难道就是万代黑科技吗？没有，它已经变印刷的了，印刷的。Oh, 没有黑科技的，我觉得万代还是乖乖用印刷比较好。可是印刷的成果也很好啊，实际上应该说他们黑科技也没有很就是有啦，技术有到位啦，可是就是造型大家还是比较 要花点时间适应。然后这个 A 的框架它其实是写 Figurize Joint、欸、所以这个其实应该是兼容。可是我觉得这些零件已经真的有变得比较细了、欸、不知道为什么，这是不是文奈一样的啊？不太确定，我怎么觉得不一样。那这个后面这才是拉克斯人，这个才是拉克斯人。Oh. 那汤口当然都是那种缩小，看到跟 RG 很像的了。OK 的啦。啊，可是这一片应该是兼用的吧？我看一下，还是它是新的？没有啊，这边写拉是的拉克斯克莱。这一片是2018的，所以应该是文奈还是仓普的吧？的身体。对。所以女主角的 PP 都一样啊，就是你如果这边是、欸。但是小腿不一样，这样哦， oh, 小腿不一样，好好可以。然后它有附水贴啦，这个给大家看一下，这应该不是很，但很 care。我们看一下其他部分，有 Hello 哎、欸，哦、oh, ，这个是迷你 Hello 哎、欸，而且还有两种，哇，这很赞哎、欸！如果要这个尺寸的 Hello， 就来买這盒，就只有这一盒有，就这个框架。你说 Hello， 其实是买 Hello 送拉克斯。哦，原来这才是拉克斯的本体。这个把它丢掉，拉克斯就不会动了，这样。不要，那我就去捡那一盒。你们不要拉克斯给我。然后现在这个头发什么都做得越来越纯熟了，真的是不错了。重点是这个吧？哦，这个哦，一体成型的酷，粉红色的内内。哎、欸，真的是一体成型的，比之前那个要有接缝的好，哎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嗯好了，真的比较好。好，然后因为是拉克斯、嗯，这是一个黑金主义的代表，它就有金色的台座。应该是骨架是黑色才对吧？啊，骨架是黑色。好，请那友帮我翻一下说明书。好，对啊，先看一下正面大图。这个之前有同样的系列，好像这也是这个系列第一盒吧？应该第一盒吧？之前都是那种。顶多就是出那种立 完全的立像的。那接下来应该会出米亚吧？我觉得。你确定会出米亚？那我要买米亚。哦，其实你不用这样开啊，你就想看哪里就看哪里。没有啊，这样开，然后就像那个清明上河图还是什么，就会慢慢这样卷过去这样。卷过去。对啊。也卷得不太顺畅啊。可
可以啦。哦，欸，不过它的这个有顺序耶。对啊，就是一个组装顺序。哇，现在有这个主力流程耶，这是特别有的。可是你不觉得这很像那个很花篇幅的感觉？就是哎呦，那个就照这个流程。其实好像零件数并没有很多啦。可以啦，那我们看一下裙摆，好像某种海菜的感觉。哦，真的海带模型。我们看一下那个主那个裙摆那边好了。好，直接把它翻到背面好了。哦，哇，变成彩色的感觉比较好哎。这次的特色是不是有两种裙子的模式啊？好像可以把长裙摆拔掉吧。原来如此。嗯，但是说明书上没有画哎。这里啊。没有啊，他没有画出来。哦，就 OK。单纯只有穿短裙的模式，真是超奇怪的。好，超奇怪。真的没？那边，对啊，你看他的所有的这种完成图都没有那个，只有裙摆模式。剧中是不是有脱掉？其实有点忘记。没有吧？有吗？还是有他穿上长裙摆的？其实我拉克斯比较不熟。你对明雅比较熟，对明雅，因为明雅比较大，明雅，我知道明雅比较熟一点，明雅比较熟一点。好，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次的开盒啦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开盒，等一下我要纠正你哦，有这里哦，不是 OK， 他有这样就表示这也是一个完成的状态，他是说可选，对不 对 ？OK， 解谜了，对，只不过不是彩色，所以官方说这个也算了，好啦，可以，也算是正式的模式。会出明雅吗？会啦，哦好。Stand by， 是放 BB 吗？米娅 BB， 米娅 BB， 不要吧，不要这样吧。好了，就这样了。真的乌鸦嘴怎么办？哇，太贵了吧！哎、欸，这个算吧，这個、算吗？好，可以。只有背面？没有啦，这应该算啦，就是告诉你这两个模式都可以用。哦，好 ，OK 啦。就是硬要找到他穿短裙，本体完成有啦，就是硬要找到他短、那個、穿短裙的地方。没有啊，应该就不晓得到底这个官方怎么想。哦，好奇。好，就这样。嗯，好，收起来。那你要把骨架喷黑吗？这有骨架吗？就是刚刚那个、啊。你说把肉喷黑哦？你说把哦黑肉，我倒是。黑肉哎、欸、哎、欸、没有啊，有模型你就可以做不同版本的拉克斯哦。你说你就可以改黑肉版，黑色拉克斯这样子。对，那就不是拉克斯，就拉克斯，那叫什么？黑克斯之类的。